玩搶工時間12:00一百人手機16:45啊，舊年10月16日就係去呢個旅行，有海洋公園，即係基本上都冇乜嘢玩嘅海洋公園，即係舊年都係海洋公園。但係舊年我其實記得玩咗兩次嘅呢個極地時速，一次嘅雷霆節拍，跟住一次嘅超速旋風。跟住就冇嘢玩咗幾多次嚟，即係我記得我同個 friend 去玩咧，即係只係去附近睇下嘢算數。真係冇嘢玩嘅海洋公園，你啲嘢都玩過曬啦。即係話好緊張，就係會唔會就係會話會鋪呢個保密嘅名單喺星期五裏邊。咁但係到今日即係星期五啦。佢到而家未公布，即係佢話星期五公布，即係有機會就係、是、即係星期五而家未公布咧。咁但係機會就係星期五夜晚，即係放咗之後夜晚咧嚟公布。即係到時邊個嚟保密嘅話，即刻個都死曬。哇！先頭真係簡直唔知係咪閃咧。我見到 B 班有個女同學好似有男朋友，因為我跑完步翻嚟之後，因為我即係我不嬲，我中意跑一啲比較偏僻啲嘅路，即係跑翻嚟學校門口嗰度咧，即係喺咁啱喺附近公園做，跟住咁啱佢見到我。即係嗰個女好似男朋友嗰個人係戴住 cap 帽嘅，即係牛仔嗰、那個好似裝學我叫裝甲牛仔式裝甲嘅一件藍色嘅衫，跟牛仔褲，戴住 cap 帽，戴住眼鏡嘅，仲係染咗金毛嘅，係咪想放閃嚟？我就記得3-4年前左右，即係放翻嗰陣時咧，即係你知咧，即係10月幾嘅時候佔中喎，即係9月幾嘅佔中喎。佔中呢樣嘢，跟住觸發咗好多嘅一個起哄，即係以我間學校為例，我小息嗰陣時候，即係我哋放翻嗰陣時候就喺呢、這個。排球場嗰個集隊嘅消息，見到有學生、老師，甚至嗰啲服務嗰啲社工嘅義工嗰啲工作人員咧，佢件衫嘅左胸嗰度就掛住一條黃絲帶，甚至有啲學生就掛藍絲帶。即係你知咩叫黃絲帶，咩叫藍絲帶？黃絲帶嘅意思就係話嗰啲青年人，即係啲學生啊，即係香港眾志嗰啲咧，就即係佢黃絲意思係指嗰啲反中國、反政府嗰啲人，藍絲帶就係親中國、親政府嘅一人嘅一個陣營。其實你翻學，即係你冇參與佔中啊，咁其實點解要掛黃絲帶咧？佔中又同我哋有咩關係咧？點解要同我哋有關係咧？我點解咁講？因為好簡單，你佔中喺中環啊、旺角啊、銅鑼灣啊、灣仔唔冇灣仔啊、上環啊呢啲地方啊，咁我哋天水圍嘅點解關我哋事咧？你就係話喺新聞就話，一班咩一嗰個行政長官梁振英可恥，咩唔講呢啲嘢，跟住搞到我哋留咗好耐，基本上冇人叫留好耐嘅，因為基本上一班即係市民就出嚟企喺度即係發聲，甚至坐喺度唔喐，可以叫做
都可以叫衝出嚟柒嘅，因為其實佢哋集會係已經係俾人告非法集結。不過點解差人唔拉咧？因為你拉得幾多個？差別集會嘅人有成千，有成十幾萬人，你拉都揸到成百幾人嘅啫，拉唔曬嘅。所以話警察唔會拉，只係驅趕嘅啫。即係話嗰啲示威者開頭，喂，就係佢就政府就叫佢哋做暴徒，即係千幾個非法集會，跟住你又反而撐呢個示威者非法集會，咁啊即係話上香港亂啲啫，冇治安嘅香港，咁即係話啲警察唔使做嘢，咁如果冇警察做嘢嘅話，咁第日嗰啲案件即係嗰啲有案件咧，即係有斬人案啦，有啲傷人案啦，有鬧交案咧，跟住特別就係夜晚最嚴重嘅，即係南亞裔打鬥呢啲嘢。咁警察即係冇警察提，即係冇警察維持治安，咁邊個維持治安啊？係咪你自己咧？即係話點？你學校你掛黃你掛藍黃絲帶呢啲嘢，基本上大人做咩咧？連嗰陣時我喺 Facebook 都話 ，Facebook 見到有個小學同學就話：我一於同你哋玩，我一於同你哋政府玩大佢。跟住又話政府係咪傻咗？香港真係冇得救㗎啦！即係傻，即係點解引起呢個佔中？因為基本上佢話人大831嘅決定令到全香港人不滿，於是就喺9月28日嘅下晝4點就發起呢個佔中集會，因為當時嗰個發起人戴耀廷就話要求撤回人大831決定，要撤回政改，跟住要求梁振英下台，否則唔會放棄佔中，繼續佔中到底，直至到梁振英辭職為止。咁邊個理智啲咧？嗰個同學就話玩嘢，一於同你哋政府玩大佢，心諗你點樣玩大佢咧？你即係一個振奮嘅時候，你好似喺度恐嚇政府同你玩大佢，點玩大佢啊？攞個炸彈綁喺身度，跟住自爆啊！跟住炸即係。炸香港炸政府啊！呢啲嘢可以話只係一個鎮壓性質，你基本上冇一個實質嘅行動，你只不過坐喺度做一個鍵盤戰士，即係你只係打幾個字就話同你玩大佢，跟住就坐喺度唔喐噶啦。你又冇參與個集會喎，跟住就我記得咧，就曾經就有人就即係我哋嘅學生甚至唔知老師咧參加個集會，即係呢個佔中集會。跟住話我撐呢班人，因為呢班人係理智嘅，呢班示威者好理智，你講得出嘅啫。唉，所以話咪獨上腦示威者，你跟人示威，你覺得好似你唔通你學咗好似嗰、那個即係支持港獨嘅阿 Sir 鍾敏夫阿 Sir。如果個中文科阿 Sir 支持港獨，咁使鬼教中文啊？中文呢家嘢即係中國，即係你都知啊，中國一啲私人就作咁，即係反中國都唔中意中國啲嘢，所以話你教中文嚟做咩？不如好教。佢話即係星期六就話攞即係領取啲 iPad 啦。咁但係基本上都建議你唔好買 iPad， 因為佢只係一個關愛基金，佢只係俾一啲嘅貧窮嘅人去買嘅啫。咁之後家境貧困嗰啲人先買，所以話你基本上買 iPad 係冇用。再加上你嗰個 iPad 4000多元，不如出去買都7000多元嘅。越貴越好用啊！
12月21日星期五就是呢個聖誕高會咯。去邊度食都要討論下，即係特別就係佢考慮過呢個校長燒肉嘅寒調理，跟住唔知個 P 唔知咩餐西餐廳，即係呢間喺紅磡嗰多日酒店嗰度，仲有一間就係一間食呢個韓食呢啲糖燒韓國嘢嘅喺中環灣仔。嗰陣時連接住聯歡會，喂呢個祈禱會。10:0011:00開始食，即係11:00就係呢個聖誕公會。如果11:00嘅話，你到底有咩時間？因為你諗下，你坐車等車，即係等車坐車，埋個列車埋站嗰個滯後時間，加埋你落車之後出閘嘅時間、行過去嘅時間，都起碼都預留少少時間。點樣可以喺11:00之前到去咧？要行過去㗎嘛？